火箭是火箭，浣熊吗？对 ，raccoon 吗？对，没有错。可是我记得 raccoon 是蛮攻击性的耶。它蛮富有很可怕的攻击性。它会很温柔，它对女生蛮……对。他知道我是女生吗？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他真的知道。而且好像看到更年期嘞。他会很开心的跟你拿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